大家好，我是卢哥。今天忙了一天了，给粉丝朋友发货，因为这批货也等了很久了，所以说今天这批给他们发了。今天我放在我店里面，没有到老家去，因为老家那里不方便。我现在正把那个二楼装修好，可以做打包装的地方，有个规划，所以说今天就放在店里面，就比较苍忙。这个是我泡的酸浆，纯手工制作的，现在也酸了，可以发货了。这批剁辣椒也好了，可以吃了，啊，味道还是蛮好吃的。这个是虾米啊，这我们自己打了的纯野生虾米啊。啊，也累了，一天都没吃饭了。搞好，等一下就要去到市里面出发。如哥在这里啊，也感谢我的粉丝啊，支持我，一直支持如哥，真的非常感谢。如嫂，我饿了，你去煮饭吧。好吧。这是剁辣椒啊，上面写两个字乌鸦，要不然到那里怕压碎。希望写了这两个字啊，他们快递公司就知道，宝贵宝贵的，宝贵重。一天没吃饭，好饿啊！看到这个煮水丸子就流口水了。快走快走，你这边快走了。